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大溪凤山寺广泽宫啊的主庙，这里是福建泉州南安狮山凤山寺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两天会住在旁边的凤山宾馆澎湖大酒店啊。这是第一次，很开心的啊，住在主庙旁边，然后可以近距离的跟主庙近距离来欣赏主庙的所有的这些风土民情。好，接下来呢就要用实地带大家亲自用走路的方式爬上总共有300阶的这个阶梯，然后到内殿去参拜。穿着木屐走，其实还蛮累的。因为现在这边都天黑啦，然后比较没有灯的照明，所以黑黑的。到了，各位观众，这里就是我们大溪凤山寺广泽宫的主庙，南安狮山凤山寺的山门。好，下面看到的就是狮山镇啊，现在天气已经晚了，所以看不到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去里面看一下狮山凤山寺内殿晚上的景致如何。这是第一殿前殿的广德尊王。
好，接下来是第二殿。晚上的凤山寺感觉非常的古朴，而且非常非常的有一种回到古代的感觉，很质朴，很漂亮。而且这个灯光的颜色呢，让人家觉得很像有回到自己家乡的感觉。这是第二殿正殿的广泽尊王。好，接着看到的就是大房。哦，大房就是最早广泽尊王成道的这个坐化的地方啊，在他坐化前面主持供奉他的这个地方，就是原来的将军庙啊，也就是后来的凤山寺最原始的啊开基祖庙。所以在这小小的夹室里面啊，所以以前这边叫大房。好，现在看到大尊的就是啊凤山寺祖庙的啊广泽尊王，以及我们请来的啊两尊开基的百年古佛，还有大太保。好，这一趟呢就是要来这边啊为我们广泽宫的香火啊重续，来这边取啊取祖庙的香火，跟太王陵啊还有威震庙十三太保行祠的这些香火回去合炉。好，希望这次的这个任务能够一切圆满顺利。好，也希望广泽尊王可保佑我们广泽宫，好，大家都可以很顺利、很圆满、很平安，然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广泽宫重建的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。拜拜。